真有这欢喜的无？嘿，咱大家这侪经历的对无？啊，我今仔日讲的这吼，有讲一寡迄个法律部分的吼，帮大家复习。吼，阿麦讲哎，迄、那个有迄、那个前个啊，迄、那个江苏讲过啊，敢那无遐趣味。但是我甲你讲吼，拢家家拢会重复吼，因为这是重要的，这一直的一直会讲对无？是毋得重要的对无？啊，你安尼教是恁。恁囝唔重要，拢讲重要对无？啊，就去重复啦。啊，所以我即马是用重点甲大家讲吼。啊，我今仔日要讲的即、這个迄、那个主要的主题哦，就是即个 creative thinking， 就是讲创意的思考。吼、哦，咱一个中华民国即个体，中国人的体之下吼，伊是安那甲咱即个优秀的人压迫，也是讲，互你袂晓家己有思想、有创意。吼、哦，大无咱台湾是真优秀的，啊，就是即个体制吼变哪戆戆啊，互人。伊这贵刊的走安尼啦，所以这部分爱大家知。那这个地方的制度吼，这是迄个日语。啊，若讲日语叫做改善，就是改善的意思，吼。啊，那个这个就是建议的迄个提案的这个英文嘛。啊，若甲这提掉的，你就英文。啊，若因日语也去加入这个改善，那个 suggestion system， 英文的安尼讲。啊，若是讲日语就安尼规个讲吼。后尾讲的主要的迄个重点，咱第一节课吼，诶，主要是咧讲咱咩咧分辨呐、啊。对不起吼、哦，一定要分辨善恶对不？因为迄历史拢是假的啊，因为中国人创造的啊。伊袂哦，台湾知影讲，哎，台湾即马是虾米国际地位？伊敢一直讲虾米？日本降书啦吼，还有不如讲开罗位于波茨坦，伊都不会跟你讲旧金山合约对不？咱就是要来讲这個。啊，咱后壁讲，啊，媒体到底是国民党叫伊安那去操纵台湾的媒体吼？啊，你伫咱台湾的媒体吼，我跟你讲，因的总经理甲迄个董事长拢是中国人，啊，所以伊就有指派任务就是啊吼。咱过来讲这个，就是即要讲的重点，咩啦？互家己有创意的这个能力吼，我甲讲较粗浅的，大家知。啊，若大家有兴趣的，去会使去买册来看。我妈妈是。一步一步，哎，来研究有一个家己的迄概念，啊，甲一个家己的心得吼，啊，甲大家分享。啊，我人过来讲这个，咱也要去接一个吼，政务官的客，咱是要安怎对待咱的员工？这我嘛是讲，哎，甲大家小提一个吼，主要重点就是哎，人性化的管理吼。我今嘛要来讲，你要安怎了解到底中国人、甲日本人、咱台湾人什么瓜葛吼？这嘛会讲出来。啊，我今嘛要问大家，你感觉讲？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好？哎，日本人为什么好？中国人为什么歹？我就要讲给大家知，还是不是讲因那边总拢较歹，是因一个体制内面无去进步，就咧关咧因所谓五千年的迄个历史内面，啊，因敢有五千年？因是叫因的文化束缚，啊，你啊五千年，啊，美国200年，啊，因那比人较烂，我讲较坦白咧。你若要让你选，你要选到一个国家，你都要选较优质，对不对？哈对不？较好的进步的国家，对不？那为什么中国会袂去让你选到，对不？那么要了解，这个是迄个日语有分平假名和片假名，片假名的意思是这个外来语嘛？吼啊，这是外来语，这个叫做有是哈库跟希腊字。大家讲啊，我今日念是因迄个日语课啊，但是我要讲。日本天皇是安那管台湾人，管伊日本人，所以甲这个典故吼故事是有关系吼。这要甲大家讲，大家嘛去思考一下。你看这侪朝代，看一下，啊，咱变化，咱一个拍，甲伊迄个打垮，啊，佫一个佫过来是安那？啊，你来看日本，迄奇怪，日本天皇伊那拢无叫用推翻掉，为什么？为什么？啊，我就告诉大家，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就是这个小铃木善行来让这个民进户国际班功能这口，我就充分了解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向往那时候的日治时代啊，对中国人是这册混的，啊，搁这万册婚姻为虾米？就是有时哈古个希腊子，这个就是叫做天照大神，因为一个故事啦吼。伊这天照大神吼，就是因那个天皇哦，不应该来讲天神哦，有三个儿子。其中吼，就是这个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就是迄个日本天皇的祖先。啊，迄阵因在混沌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国王各据日本一隅之地，就是我管这個，我管这個。啊，
啊，这个嫁国子，我是讲因结果畸形吼，伊吼才欠伊的，伊要来问伊吼，叫你嘛甲问伊跪拜讲，为什么你统治的国家那会这么好？我要甲你问一下呢，请问一下吼，伊讲吼，你用的吼，你啦用的是有时哈苦，啊我呢，地理里面是希腊字，啊大家就好奇，哎、欸，有时哈苦甲希腊字什么关系哦？有时哈苦甲希腊字。虽然我对日语吼，即马咧学啦，可能还佫一点小小的心得，但是无完全拢会晓。但是你看即个汉字，你嘛知影嘛？即、這个有写过是讲主人所拥有的，譬如讲你即马地杯啊，你的岩壁，吼，你的目镜拢是你的，你的附属物。啊，你欢喜要甲弹掉，要甲创歹，是毋是你欢喜？对不？我会啊，你无是你要安怎？啊，无来跟我拼讲。啊，即、這个希腊字就是讲告知，告知是虾米意思？我后来互你知影。明辨是非善恶，给你教育，让你听到观观，吼、哦，啊，看你需求啥，国家给你啥，这就是内面就是包括，爱护你一个人，让你知影实力，啊，你进步，这个国家才会进步，啊，伊拢惊让你进步，所以伊给你当作啥，嗯，啊，你是我的查某囡啦，啊，你是我的奴隶啦，你上好莫比我较强，吼、哦，秘书长恁讲，啊，迄主管吼，我著甲伊斗臭斗看吼，安尼较好，我拜占有伊，干嘛呢？不是哦，人日本人是讲吼，我伫甲这个主管抱，抱到伊哦升上去了，对不对？啊，我有机会去伊的课，所以这完全不同两个面向跟思考的方向。啊，你是要一种赞美，一个正向方面去对待你的下属或是你的主管呢？还是说啊，你敢没有戏？吼，啊，敢讲歹话，安尼我好像占上风哦。其实人家你讲的嘴巴讲出来的话，人家都知道你的人格到哪个田那个田地了。哦、所以人家要讲一句话，要做什么代志，正经吼，爱做感恩去，搁想看卖吼。吼、哦，中国是安怎？伊创作的字，大家拢上迄个王讲师的课对无？因咧创字拢遮奇怪吼，奇来有致。伊咧面内面吼，敢若一亲像即个目睭仁吼，甲拓灯啊，敢只青眉，网上面不是一个王吗？就是不要你知影实力，你就是我的。你全部拢卖知，你台湾人全部拢卖知，你未来要行啥？你就给我中国人统治就好啊！你乖乖就好，我又给你饭吃，吼对不？是不是？我拢卖让你枵着，安尼尔，给你食饱尔，其他你拢无。我搁会讲吼，啊，恁中国人到底是安那如何咱台湾人？我拢甲整理出来，大家一条一条去看，有无？赶尽杀绝啊！对不听话哦，心态。心态变变，甲讲，啊，若讲种族灭绝，讲哦，啊，我要统治你啊，啊，你结一摊对无？我不如甲恁一摊的人，譬如讲，咱西，你看因西藏嘛，怎么对待他们西藏，对不对？就是强暴他们妇女，生他们下一代，再把那种不听话的，哈、哦，他们纯粹的他们那个西藏人，把他们放在他们的那个汉人的地区，都敢怎咩啊讲，呼起啊，因的文化，哈、哦，跟因血统拢甲你呼起啊。这个叫做种族灭绝，对待台湾人敢那无安呢？因为台湾因加几万的人，按台湾遮多的嘛，啊直接甲你改你的国籍，甲你讲啊你的祖先是迄个中国，直接甲你洗脑，啊真重，伊嘛遮多甲你讲啊你就是你的血缘就来自于中国，吼、哦，啊无就紧澳去通婚，一堆的迄个罗汉卡来娶咱个台湾某嘛，啊所以。把你的种族拢把你稀释化，变成你敢唔知影你家己祖先伫倒。过来渔民，大家拢知影嘛？迄历史拢是写的嘛？咱讲这个教育，大家知影嘛？吼，主要是我来讲历史，八成拢是假。啊，你讲哪会两成有真的？啊，你毋应该拢假才对。当然嘛有真的，什么真的？啊，就抬人放火，抬台湾人啊！啊，你后宫不是什么《甄嬛传》啊？后宫争夺啊，连后宫争夺也都是因。中国人社会缩影，吼、哦，我要皇帝恩宠，啊，你这个妃子你敢抢？啊，你皇后较大，哎、啊，你一种争夺，一种勾心斗角，那个很近哦，就是象征他们领导人怎么对待他们人民嘛。啊，人民只要可以依附到权贵，因为保持他们权贵啊，啊，当然，但当然要对因迄个皇帝较好，啊，就因人民就甲糟蹋嘛。这就是因的文化，啊，佮因。打败仗这个是事实，签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吧？
那马关也马关条约是为什么要签？甲午战争当然是输了，对不对？哎、啊，因中华民国讲那是大清帝国，伊讲没片面把它废除，迄、那个国际法刚好谈好你片面废除的道理。那有那可能国际法就国际法了。啊，那对公个听话，要给你买修，就是现在的啊，给你哎、欸，我把你封为、欸、西武王，我把你封为哪一王？哦，就成为我的名伶，我你听话就好。用钱给你买修，用地位给你买修，搁用查某好色的制度，来一挂对这些查某拢你的，你听我的话就好啊。唔是安尼吗？怪力乱神，台湾下面上多。庙上多，啊，拢创造迄传奇，啊，讲我是天主之命，你袂使反抗我，我要保有天子那个天子他的血脉，所以呢，好保护伊安尼，哎，保护他们所谓的哪一个国祚啦，哪一个朝代的国祚？哎咧，你看刘伯温传奇嘛，大家嘛知影，啊个讲啊敢神呢，那个马英九初期不是有造神运动吗？敢那神呢，哇，好帅哦，哇，肌肉这样子。啊，有脑筋无？来，台湾的庙公上多，台中有一家庙公是啥？我们不要那个啦，我讲也可以啦，大家拢怎样？台中有至少有两个庙公啦，啊，其中有一个庙公因为囝佫出来选地主的，我大家拢知影嘛吼？大家去想啦吼，庙公遮多，怪力乱神，脑残媒体都当佫会讲吼，那媒体大家台湾人是多么的厌倦，可是厌倦也想要看呢。你不觉得吗？啊，够让那些电视台去追呢，24小时就在放送，啊，品质那么低，啊，台湾人够不要自己看断，啊，你厌倦，可是你没有反制的动作啊？为什么？哎、啊，你那媒体拢是中国人在操作的呀、啊，在这个体制下，你又奈何得了？你要把他们赶走才有用。来，我们继续看哦，因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同的啊，哪有啥无同？啊，若无同吼，是讲哦，这个我苏联啊，即摆应该叫俄罗斯联邦，这个我迄、那个美国嘛，啊，你看到一个会使啊，美国操纵伊就支持，佮我啥人嘛？这个我都会讲嘛。其实因人个中国人有啥物无同啦？有啥物无同嘛？大家想看卖啦，因做的方法都是安尼，国共内战为了要争政权，不管人民的死活。伊死，伊官方资料是讲要7000人啦，死要7000人。可是我讲不记啦，不记啦，这官方资料拢是看下就好啊。吼，啊，你知影这是啥无？这就是破坏因的法轮功嘛，因的学员嘛，不准集会，你不准有社就社团，因为你集会的人多，人多就有可能因的中国人的政权有没有会遭受一种威胁嘛？啊！给你拖落去，给你器官，给你呕出来嘛！啊，没有台湾人，没有世界各国，台湾人绝对有共犯结构，绝对有。啊，不，伊没有那销售员内脏对不？内脏哪些可以用？你知道吗？太多可以用了，心中、肝中，啊，个你迄个啥油脂、目睭啥拢会当用。嗯、欸，我伯西来了，好啦，伊迄阵在沈阳的迄个市长对不？伊起码叫我判刑，无期徒刑，阁袂死呢？伊只熊诶，趁个一个人当作木，就迄个农场，啊，要那个恶劣的心肝、恶劣的内脏，摕去卖，讲有，因对家己人民遮尼恶毒呢？伊要抗议，安那抗议？因的财产叫我摕去对无？伊要抗议，安那抗议？你知无？咱个台湾抗议是安那抗议？啃鸡卵，啊不撒名字，办什么？因抗议啥物啊？集体自杀呢？他集体喝农药自杀。哎、啊，你看你这种活跳跳啊，抗议的这个、迄、那个标语拢伫遮。好，来，大家一起喝农药，就一起死在这里啊！得引来北京前门啊！所以他们是怎么对待他们自己中国人的？你要当中国人吗？你看他们很可怕啦。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要讲这个说，中国人他们到底可不可以自我觉醒？哎、欸，他们干嘛已经更小了？应该讲这是元朝啦，其实伊是叫大日本，哎、欸，应该大蒙古帝国消灭，啊嘛叫大清帝国消灭，啊，今嘛讲一变因的雕呆，大家不要搞混了，他是被人家消灭的。你若讲你一个要检讨，为什么你的国家会叫消灭？
表示你这个人、这个国家、这个体制有问题，对不？是咪爱咱爱仔细的反省，咱够有进步的空间。你结果甲讲，你蒙古是我的一国啊，啊，人蒙古那是你的一国，人是大蒙古帝国，你看，因他们可以征到这几片东西呢，征伐到那个东欧啦，是没有整个欧洲被他们吃掉了，因中国全部都被吃掉了呢，吼。而且后来他们自己本身成吉思汗哦，死了后，因为弄个拆散嘛，变弱了，就叫这个努尔哈赤以及女真族，改女真族嘛，叫做部落统一之后，再把这个女真族，啊，佮把这个大明帝国，迄、那个民，因就是因的汉民族建立的帝国嘛，嘛佮加起来，佮征服蒙古，安尼这个大清帝国亡国了。啊！你中华民国成立，你哪会讲是蒙古的是你的嘞？那一样是被征服啊！你一样是被征服啊！那你要去做吃掉人家。不过现在哈、哦，蒙古能够独立，还是要靠俄罗斯那时候的苏联呐。可是明明白白，人家就是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中华民国那边的境内有很多的，包括西藏，好、哦，还有东斯坦，就是新疆，他们跟他们是同样是不同的民族的。他们都想要成立一个国家，但是成立的国家是很艰辛的，要有大国来支持，那你又要符合你们国际的情势跟人民的意愿，还有国际法、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吼、個，因未承认因家己唔对，其实因是未承认家己唔对，啊，讲伊是你的祖先，伊是你的人，啊，你唔感觉好笑啊？成吉思汗敢承认中华民国的祖先，他们蒙古人。有写一篇文章嘲笑中华民国，跟他们抢祖先，自己是不会割菜，你知不？咱过来讲，中国跟西方，中国就感觉安尼感觉良好就好啊。我贪官污吏哦，哇哦，有啦，中国这多贪官污吏，啊，你无去甲迄个消灭，甲伊惩罚，啊，你讲我来网络设一个监督系统，看哪有啥好？然后西方也袂安尼想，啊，搁这啦，因中国这搞做生意的对不？啊，上迄个利润上高，就是成本上低，利润上高上好，对不？啊，即嘛有一个荷兰茶，甲美国，甲迄个荷兰茶嘛，伊即东印度吼，伊有行山茶，啊，比荷兰茶够较好，伊品质比荷兰茶够好，但是伊吼计少甲荷兰茶一杯，伊呐应该不够啦，也准你要买俗个也是较贵呢。一般的人拢想讲，俗个品质好，当然不会俗个。因中国人就是安尼想法，但是人诶，因咧西方的世界无安尼想哦。为什么荷兰的茶会跟因东印度公司生产的茶品质还要好，伊要卖较悬着？啊，因东印度会卖较低，你这就是一个陷阱。你们薄利多销，伊要赚因的税对不？啊，人荷兰。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因品质就好啊，但是因有些想法，要希望大量生产，让他们国家变强嘛，因为你缴税给他嘛。哎、啊，你中国人讲好啊，小我落来买啊，没有脑筋想这些事情，就好像台商赶快嘛，伊有利益就好啊，应该想讲，因的身处迄个根，就是让台湾，伊敢有收入台湾，伊利益，伊敢想伊个人的利益对不？对不？你看，伊那里缴税有中国，啊，中国壮大，啊，对台湾虎视眈眈，啊，伊的想法就中共的想法，利益得到，伊就对伊造，完全无家己的道德勇气，迄、那個、真理正义，你知无？人的活世间的价值甲品质，就是你的人格啦，啊，你心术不正嘛，你拢是用口口来看世界嘛，都、就是大家要对口口的概念啊才清楚，迄、那个贪利。会给你抬死，你的迄个人的精神在，甲价值，所以你要对这个钱的物件，你要看得很淡，不然哦，会遭受很多无妄之灾哦。我们台湾民政府是最大的宗旨，是袂使贪污的，所以你对钱的看待，啊，看得很淡呐。吼，咱做一个政务官，你要咱家己的薪水就好啊。吼，咱要有一个概念，对钱的概念，我拢会一个讲啦，吼。你知影这个是，你知影伊是鲁迅，伊是真优秀诶，留学其他国家嘛吼，优秀的英国吧，伊看到迄阵，因
旧封建时期、旧时期跟那个新的资本主义兴旺起来，他们的那种双重的人格，又爱又恨，羡慕他又批评他，阿谀奉承，可是底下又该搅到无一块好，双重人格。你有看台湾嘛是有这种的，想要进步，但是佫搅这个人做代志，让伊负担遮多。所以咱也要，咱也是讲要对台湾民政府这个团体好，咱拢爱一心一意。大家彼此之间莫佫讲迄五四三的吼，讲迄破坏一些话啊，叫用利用吼。我们要谨守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一个成员的吼，你应该有的责任吼。袂使甲中国人同款啦。啊，这个是博洋，伊个丑陋的中国人来宾，迄一下哦，拢转一下，唔是我讲的哦，我没有恶意重伤哦，伊讲的拢很道地，他们中国人的嘴脸哦，伊讲因来文化是讲一个滤过性病毒。我感觉不只是病毒啦，伊也唔知个经过几代吼，因咧中国人的品质介悬，我感觉吼，这想咧癌细胞啦，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讲到安尼吹干全破，怎么到孔子学说、孟子学说，什么君为轻，什么社稷次之啊，民为重啊，重在重在多。当因咧欧美文化不会把一些学说放在嘴巴呢，人家是看到去做呢。啊！你学说拢是叫人去做的，你家己本身你国家，你讲你五千年好啊啦，其实三千年尔。你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你台偌济，恁遐的人该在统一中国。啊！你个过来，恁秦始皇之后，你那些人啊，唔台偌济啊？什么叫做民为重？所以大家有知影讲，到底日本统治啊，甲迄个中国统治有啥物无共吼？因这个嘛是共款啦。伊咧王朔讲啦，同款啦，咱知影啦，咱就是要教伊心内甲教着吼，免骂出来，吼、哦。啊，若去当了家己的利益了吼，吼，甲要拼死拼活，甲伊相拼。啊，若是得着了哦，我不把你管啦，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主在过日子。伊讲吼，哎，敢那猪也同款，猪食无物件，就踮咧烤烤烤。啊，若等一下，迄个物件要食，伊就乖乖咧食嘛。啊！伊看因咧食，会看就是一个猪嘛。所以这个创立的吼，嘛是只一个艺术啦。啊，伊啊创立讲一个猪，啊，因中国社会就是一猪的文化。因家己讲家己哦。你看，这种新猪嘛是虐待动物，甲饲啊遐肥着。吼！啊，较早讲家家嘛会杀人，我嘛唔知呢。细汉时阵，后来佮知影讲，迄是因文化内面去称呼因的代号啦，绰号。啊，即马吼，因变有钱啊，变假翁来。因即马中国人唔是有钱啊，变哦假翁来啊。我这题外话啦，那来检讨自己啊，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是觉得吼，伫咧七十年的即个中国人的社会当中，因的教育甲历史种种来看，咱比有钱的较侪，我嘛有哦。啊，我嘛没有咧观察。咱即卖台湾人甲民政府内面的人，我拢观察因的习惯。其实我感觉大家吼爱觉醒，咱法律知影，唔敢安尼尔。咱家己个人有啥物歹的迄个无好的迄个卫生习惯也好啦，啊，你的迄个道德文明，个人的道德啦，我感觉迄拢爱改善，甲改过来。你家看嘛，你来想讲。这是博洋写，因中国人拢安尼。啊，你看你台湾人，咱台湾人，啊，你有安尼无？我嘛袂来讲，我无安尼啦。我拢爱检讨，拜托的。咱甲咱大日本帝国迄阵优秀的台湾人，迄种精神甲迄个淳朴的心吼，拜托的，啊，甲召唤回来，啊，甲恢复，拜托的。因这即恐怖的，你知无？因这文化即恐怖的。啊！若一个国家，这个文化一直落去，伊敢会进步？你讲中国即马偌进步？迄表面的尔啦，迄用武器去甲你吓惊咧，因的品质够悬。你知影浅草对无？日本毋是有一个观光地浅草，有一个迄、那个庙嘛，叫浅草寺对无？大家要去吼，它的门大门叫写雷门两个字，因吼观光客最多的中国观光客最多就在那里。
哎呦，店家就已经非常的快受不了了，因为中国人在那里边走边吃啦，啊，不然附近人起来吃啦，啊，不大声喧哗啦，因为受不了了，结果他们都去拍，实际去拍哦，你网络自己去搜寻，人家不是试吃的东西呢，你就直接拿来吃，啊，吃不好没付钱呢，又说吃感觉不好，说哎，要把他放下去，啊，你说又不要，你不觉得他们的文化这么奇怪？啊，说边走边吃，我说边走边吃也是没礼貌的呢，啊，但是台湾人这么多人边走边吃哦，我跟你说我也有哦，所以我觉得哦，人家日本人是怎样注重礼节，哇礼貌，你别说好像好像是表面，人不是呢，人家看到你这很鲜明，文化不一样呢。你也是台湾人，走去遐做这种边走边吃，大声喧哗，人当作你是中国人。所以你要多么要自省自己的行为举止。哎，我勒这，你知道日语多难学，就是它有敬语跟原型嘛，像语混这嘴层次，哎，动词都不一样。人家高级的迄个语言还是文化，伊拢分较清楚的。啊，中国的语言有啥物话清楚？你我安尼尔，他们有敬语哦。好，大家爱去检讨。来，咱今麦来讲这个连爷爷啦，一早落去甲迄个阿公的吼，去阿贵手啊，大家嘛知影嘛。啊，他为了要生存下去，伊嘛爱过去甲看一下。但是伊的所在，我可以体会他啦，因为他走投无路了嘛。但是你做得太鲜明了，你应该给中国人嘛看袂过啦。但是因中国人无办法，爱靠上靠上，应该会使吼生存落去。啊，那蒋介石伊无靠美国，你凭啥讲你是战胜国啦？那战胜是盟军战胜呢？啊，你是给讲沾个边而已啊！啊，你后面还有第四个人，你知道是谁吗？蒋宋美龄啊！啊，那无伊啊！你这个就该就再落叫迄阿强的，对不？抓去对不？安怎变变了？啊，都安那咱爱混杀人。其实我来讲，完全是咱爱对比讲，要去跟美国讲，你把中国人带来台湾，制造这么多的，你把中国势力，然后中国人这样残害台湾人，你要负责任。所以，咱要去告美国，叫伊恢复咱大日本的国籍。这理由嘛是安尼，告中华民国是已经流亡啊，凭啥物你拥有台湾？你甲紧转去中国，咱台湾在日本天皇之下，我们要自治，啊，跟日本是一个兄弟之邦，联邦哦，邦联或是联邦，恢复我们大日本那种淳朴的台湾人，嘿，门拢免关，免锁的。没人会去跟你倒头摕物件，啊！中国人的社会咧，因中国人安那来管吼，这是我个人遭遇到的。我是本身是药师，人是安那一个文，这个文化当中遐无讲道理，这个吼伊边有问题啦吼，啊伊不要用嘛，但是我有附迄个说明书给伊，啊伊无看说明书嘛，无去问迄个药物咨询的有书嘛。啊！家己钱袂出来，钱，哎呦！家己自我讲吼，一家都把这个头安尼夹断。起初我确实讲是阮的物件无好吼，啊换伊，当然嘛是应该着，咱物件无好的人啊。后来我才看到，伊在讲夹歹去，夹歹要怎换？你会换伊呗？你家己负责，因为你家己去甲创派自作主嘛，你不会用，你要问人家嘛。譬如讲，你去买一个。好，你去买个手机啦，啊，你不会操作，要不要看说明书？要不要上网看一下，对不对？或是问人家人，啊，结果你不小心气起来，就把荧幕打一下坏掉了。啊，你讲，哎，你敢买这个烂的物件，哇，你敢换一个？你同样这个道理嘛。啊，更可恶的是什么样？阮主任嘛，讲啊，伊唔对，唔是，佮敢当面真佮坑，啊，喷出来要断了我的目睭嘞。我讲，啊。我绝对袂换伊对不？但是因咧主管也是脑筋是讲，我息事宁人嘛，对不？我阁叫我的主任的电话，伊阁叫我啥？啊，你换给他啦！我们健保以后你再来，我们再补这个健保账就好了啦。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啊，你是主管，你会不会这么做？这就文化之下的嘛，健保为什么会赔钱？
就是这些人在操作的吗？这做这拱带，我们来冲啥？你第一个，你没有去处理他是非不明的事情吗？你要跟他讲道理、事理在哪里嘛？你怎么可以用健保来给安抗，然后去搞你个人的所谓 social 了？啊，这个账在用药扯药商，还是讲自己来保那个健保的小？我干嘛讲啊？不要真的来讲哦，这个都是要判刑的，这是变相的贪污，不是？你有干嘛是变相的贪污不？你跟厂，你跟这个药商来通暗通款曲嘛？哎，开的油啊嘛？啊，再来讲啊，伊无好，这样讲一个不止一个伯这样呢，每个人的心态这样，啊，大家拢来换，啊，健保拢来给他 cover， 啊，你这个破洞嘛？这钱里面要价人破洞嘛？这是咪集体弄啊呢？不积极去租赁呐，那公全部台湾都这样的，啊，健保制度我们就垮掉，垮掉是有道理的。每几人拢讲啊，无健保来个用个处方再开，把它开一罐啊，你就先给他好了啦。啊，那像我这种个性哦，是非很清楚的人哦，是那种主任都不喜欢的人啦。因为我讲这白啊，讲这根本都袂使安尼做嘛。我讲卡早拢安尼做，哇嘞，我卡早拢安尼做啦，卡早拢安尼做，啊你变你是非在哪边？你的道理在哪里？你要告诉他，让他明白事理嘛。啊，你不能够用什么去挪用公库，或是找药商去补这个洞嘛？对不？所以你那个是非分明，你要拿捏的啊，非常的清楚。那是公家的账，公家的东西耶。啊，药价我先没那比糖果还便宜，变形工人不爱走啊。跟真是有需要，记得抹药嘛 ，A 药。A 药修修啊，然后一滴玻璃樽，可是有一大群的人需要 A 药啊，可是 A 药是某个药厂开的，一波告理樽我都不生产了啊，长期依赖 A 药的人说无药啊，当家太多这种现象了呢。到底药价黑洞在哪里？到底为什么现在能制作的迄个药会这么的廉价？啊、为什么好厂迄个让台湾有很多外厂？还有自己很多外厂的一些药厂都退出台湾的市场，因为一波利损。啊，个我们自己台厂的药马波利损停止生产，啊，今嘛你破白阿爸拢无药啊用的呢？为什么呢？你要恢复那个，他真的有这个价值，你就要让他赚嘛。啊，他没有那个做的不好，你就不要那个药厂不好，你就要让优秀的药厂起来。不好的药，你就这个不能够维系说啊，我被安诺都继续让他活下去，或是你官商勾结嘛。所以这药价黑洞实在很大的问题啦。我们要的是这个药物它真正的这个也给单呢，不是讲我咧在乎一块两块，你健保局弄一块两块咧计搞。所以我跟他讲这是讲以后你只要当一个主管，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啦？因为这是我的专业部分。啊，所以我一定就跟大家讲，你用你专业部分有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你要秉持的那种真理正义、转型正义，啊，去处理台代志，袂使讲，哎，啊，较早就是安尼，较早就伊那个断落去，啊，就找你，因为你都无了解内容，我嘛只惊呢，所以我了解一撮物件，对无吼？咱个知影，唔是讲我要克这个亏鸟，啊，这就是讲吼，医疗人员一个人可能爱去照顾十几个，伊就讲你爱有笑容。啊！你无笑容，我就给你记咯。这个叫做秘密课啦。我常叫秘密课，去拍分数呢。啊，开始你无笑啊，就给你记点。伊这是等你犯错呢。这跟你小学生，你知无？玩那种游戏呢？真正要怎么做？来，卓越来自于关怀嘛。你关心医护人员，你关心别人，你就由内心去关心别人。怎么去关心？从小就要教育好啊，你的体质要健全，对不？你不是硬邦邦的，讲你都爱求，无求我就给你考级，给你趴个鸡。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你侵犯到我主任的这个权威。我主任说了算了，你凭什么要说话？按哪些呢？吼，你就不会有任何创意的想法了。你知道不？让做主管者就别再独裁了。当他制定一个 SOP， 吼。就是你要怎么去管理，一套一套来，程序怎么去做，哈、哦？当然我们要关怀，要以关怀之心来看，哈、哦。啊，那你也是 TCG 的，你变那做你的政务官，
那不要去跟中国人一样嘛，就搞个媒体来放大，或说去批评批判人家。你要不同角度看他这个人的成长过程，才了解他嘛。那绝对不跟中国人同款嘛。哇，你的生死操作在我手里，一定是跟欧美同款。哎，我是公仆呢，啊，缴税给我呢，缴税纳税给我们啊，我有薪水啊，我当然要爱惜这份薪水啊，我不能浪费啊。人家梅克尔，那德国人家，人伊走去中国，物件落个马上捡起来吃，中国人看到惊到，啊，搁叫一份就好啊，人搁捡起来呢。其实吼，那个食物掉在地上，3秒之内把它拿起来，啊，不会有大量的细菌在那边繁殖，啊，人紧捡起来吃呢。我嘛捌捡一届啦，已经半半嘛照吃，所以我感觉我的意思重点是甲大家讲，你的钱是人纳税给你的，你爱去珍惜人，不是讲中国人甲老百姓当作是干赚钱，吼，的伊的目的啦。你无苦苦啊来甲乌西，我都不好你工程嘛无爱你过啦，安怎甲你糟蹋啦？所以因的文化吼，让自己要了解中国现在有钱了，必胖，别那贪。尽量贪，免做诈骗，尽量骗，吼、哦！大家看，这大家都知嘛，吼、哦！找伊个以下游的，看伊，吼、哦！敢那要做因的伊个成员共款，看了些穿金戴玉的欧巴桑，还是讲葫芦，还是讲欧吉桑吼，啊，知因有钱，就开始编故事甲骗。因那有一个集团啦，啊，因这跋筊个还拢免讲啦，拢是伊嘛。我今嘛要大家思考，吼、哦！这有一个影片，等下甲讲。这个贪污吼，大家做统计，全球是红的啦，台湾是这个青色的。你看看司法机构甲这个警察，要加起来35加16，就要50啊呢。哇，恁这执法人员安尼一半以上拢贪污呢。我们真的是不去找证据，脑筋想就知道了，多么勾大的这个一团的在你头上呢，安尼压迫你。我还可以讲很多故事啊，是讲时间无够，那来有闲我过来讲，这个执法那个司法体系有多黑暗呐、啊、吼！我今嘛让这个影片甲看一下，我要来宾看这个影片了吼，我要甲大家解说，你也要做政务官，你有贪念哦，人有没有贪？你敢说你没有？人绝对有贪念，但是我们来台湾民政府以后，你要怎么去管理你的贪？就是把它看淡。我们只要我们台湾民政府给我们的薪水，那我们把这薪水拿到自己口袋里面，发挥最大的功能，就是说我们要造福，把自己价值、哦、造福给台湾人民，就没客人呢。大家口袋的东西还在捡起来吃，这个是土啊，让你看到你会想要爱怎样，你会想到兔子，你会想到什么？每个人想的会不一样。一切小孩子吼行为就是说我要他身上的那个皮嘛，就是毛嘛，我也在做衫嘛，对不？他们想到的贪，阿妈伊的爸妈在煮来吃，对不？好、哦，接着是一个那个英国的漫画家，把它做成动画，我觉得它很有意思。我每次上课我就一定要放，其他影片没放，我都。上网络还可以看，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里面充满了贪念。为什么要以小孩子？因为要从小孩子的教育做起。为什么这么多英文单字，让小孩子学单字？所以它有双重的效果。有很多那个伦理道德啊，一些品性教育哦，都要从小时候开始学起。他从影片让小孩子了解你的价值在哪边，哦，你的贪念，哎，你。怎么去管理自己的贪？这个影片是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哦，伊记得迄个 rabbit， 拖啊那边，竟然唱起了这个小魔鬼。哎，这个小魔鬼出来哦，对于应用的物件，因为个变一个有价值的物件。好，谢谢。这只刚才是好心的黄蜂哦，变出来就这个 diamond 呢，钻石呢，啊，搁变一挂较早有价值的迄个 ink 墨水，还有迄个
变对不？羽毛的那个笔可以做成那个钢笔。哎，讲吼，既然你这搞变物件，我就给它抓起来，变成我的聚宝盆嘞。我靠，七七的无，咩乱？是不是鸟吃去啊？哇嘞！伊就为了要伊的命吼，伊就不管啦，计物件就要抬，因为就是迄个鸟吃去。结果唔是啦，伊要想要讲，要给抓起来，人讲有哈迄个。那么能力的，你就是人爱做魔鬼，因为伊目的是啥？就要甲你迄、那个，甲你的贪，甲你看你挖的贪，甲你锁出来。伊爱食果酱，蛮只聪明的哦。但是佫企外口呢，外口会使安怎？外口会佫再做好心，忙啊，里里扣扣的。好，来去影响伊，伊个变物件出来了。我要甲大家讲吼，你莫甲当作是普通的卡通在看呐，你要看到那是道德教育。你再看，你若是你是那两个兄妹的话，你的心态怎么做？你去体会一下哦，在你眼前有很多。哦，我不管啦、啊，政务官也好，或是议员呐、啊，你眼前有一堆厂商给你的利益，在你面前，他会变换很多的迄个模型啊，来去诱惑你。你的心内爱有啥物准备，爱有啥物怕算？哎，这个重要呢，这袂使无思考呢，因为你在中国人的这个社会内面七十年，哎，我跟上面的人学的。哎，本来就这样，因为体制就是安尼，啊，人学一款啊，伊唔知迄偌严重。伊要爱当中的利益嘛，伊会变物件嘛，敢那聚宝盆无？啊，迄种专假嘛。啊，那模型嘛变出来，那会真诶，那会使有可能互你拥有。你即马吼，迄、那个工程接收去摕人诶，虾米乌色诶钱？啊，你感觉迄赚诶钱，你敢会心安？啊！你感觉你袂叫人抓到吗？啊！你的钱会永远藏在你的落地下吗？啊！你拢无代志吗？有啦，共犯结构啦，无人去给你拆破啦。但是会使维持偌久？你莫去念着就好啊，甲你就无关系啦。但是你爱了解吼，这种体制甲这种制度内面，伊用啥物弯巧甲变化的方法，甲你迄个贪，甲你写出来。这在小心的吼，安尼要阁对付这个人，将迄个变卖，看看做果酱出来袂吼，甲关起来，伊才无欢喜。大家去想看卖，静静，很眼睛一闭起来。请你想一下，若是我那个是兄妹，我看到那个兔子，还有那个魔鬼，我要怎么对待这样环境里面那些复杂的哦一些变化？你有没有能力去应对？啊，你就是人做魔鬼的做假哦。所以不义之财吼，瞬间就变成无啦吼。大家阁继续看一下，来用心来体会这部这个卡通片伊的想法。迄作者伊安那用心，嘿，伊这么欢喜的啦，大家相信的嘛。你阁叫我关起来。还能变出来，那个幻境，你得到的金钱嘛是假。
啊你，你伫个假会务要创啥？就一挂糖，甲你揢揢，甲了了啊，反正把揢就完。所以大家吼，对这个影片吼，真少去思考一下吼，忙个动作加一个有趣的，那动作积极一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去看待，怎么去管理你的贪念，吼。那我们这个结束了，吼。当然啦、啊，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真的蛮讨厌中国人的啦。啊，我以前呢怎么觉醒的？我较早也是中华民国嘛，搞我生啦嘛。啊，我懂你嘛，讲哎，我是中国人啊。慢慢我那个在高中的时候有看到柏杨的这一本书，我感觉柏杨那样呢，怎么可能跟他背叛自己的那个同胞些，那下级本族，然后你美嘎滴。可是我可能从他的那本书慢慢发觉，哎，中国人也缺点比多，也民族性。慢慢，我就了解台湾的一些政治的发展。慢慢我就觉醒了。那大家能够来这边自我觉醒，我觉得真的很棒。但是你们要坚持，坚持你们的理念哈。至于中国，因为以前当个邻居，我也是希望他们过得好。我搞多少讲啊，因那边过得好，那是因的民，因的从小的教育，你从小一灌输他贪念啊。灌输他投机取巧啊，灌输他博洋里面写的一堆嘛，那些不好的，他们要进步是很难的。但是我们祝福他好不好？我们还是祝福中国人，他们中国人民过得好，因为是这个体制、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那种历史背负的包袱，他们没有必把这个包袱充分了解，然后自我省思来进步。我希望他们以后会有更多像胡适啊，像鲁迅啊，像王朔他们那么好的人，少一点像那种连战啊，好、哦、那些贪官污吏政客啦，好、哦、我们祝福中国人啦，我们自己台湾人要努力哦，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缺点，但是我们也要一个善良的心啊，希望他们国家也进步，哦、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之一哈。今、哦、麦我要来讲，这个希腊子是啥？希腊子是讲我找一个政务官。用我一样人民爱物，我这个天皇，你一样对善待人民，把人民当作刚刚起自己的阿爸阿妈的，不是讲我讲你是我的附属物，我要给你糟蹋，我高兴。一，充分的教育人民嘛，爱护人民嘛，啊，人民哪有可能把它推翻掉？他们有一个教育的起，这就俺被公日语应该是记得起哈，记得念的是起。教育赐予这样，1942年的颁布，以前用咖喱安呐，要守法，吼，好哩了解属吏，了解一些伦理，孝顺父母，从小教育，爱有礼节，吼，人客来，人爱表现啥，啊，不能大声喧哗，啊，不能吵闹，啊，不能边走边吃，啊，懂得人与人之间那种真诚的互动，人是安呐。教育他们的人民，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以后也要这样，从教育做起，然后教育我们的小朋友，对不？而且，规个让台湾整个的社会，这个教育，然后啊，来一个大改革，咱就有希望啦，吼。所以，因上面把日本天皇推翻掉，因拢没有被推翻掉啊，因这二三千年。的历史，天皇悠然尊哉，只只差一点仔的二次大战，迄、那个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号，才上个月而已，现在是9月嘛，差一点就被废掉了。那不能废的理由是因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天皇是在最顶层的，你把他们的精神象征把它消灭掉了。你想他会多么恨那美国人？他们不敢，他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叫天皇做人间宣言。阿拉人间宣言，跟日本人民讲，我也是平凡的人而已，我也是肉体的人而已，我不是神，让人民觉醒了，不要把他当作我为了这个神，刚把他当作神来
来去做一个比较冲动的行为，比如说什么切腹啊，或是什么其他的，这个让我们体会出来天皇他的忍耐度，以及天皇他对于国家怕他们日本亡国了，丢了两颗原子炸弹，为了这么人民设想，因为一颗就没去啊，二三十万都没去，两颗就四五十万啊，他们看板谁？他们要对待人民要负责任啊，所以在美国他们角度是把目前把天皇他的权力是把他 suspend 悬空的，但不代表他没有了，只是让日本人民说伊嘛是人，唔是神，好。但是在我们的想法当中，日本天皇是救台湾的唯一，因为主权是在日本天皇，不然先战先赢，就叫迄个国民党即个中华民国硬去赔啊，啊，那唔是个损害愈大。到底是讲日本甲台湾是安那有瓜葛的，就是在于他们朝鲜一直在动乱，两国一直在被争朝鲜嘛，大清帝国跟那个大日本帝国在这个丰岛海战开始冲突，由那么开始，然后日清甲午战争，那很快的在八个月，这个大清帝国自以为是，以为他船坚大炮，也北洋舰队吨位超大的，比日本还大个几倍，他以为他可以打赢，结果他打输了，八个月而已。啊，现在那个中国伊在卖阅兵吼，讲伊安尼，伊嘛是敢那船坚大炮嘞，啊，有材料你来拍看卖。你那个是要伊人民看的，伊根本是要吓惊美国跟日本。你安尼做这件代志，只有把美国、日本，还有美国所有的盟国，加上台湾，把他们紧紧的靠在一起而已。啊，伊都是根本就无可能怕伊啊嘛，伊是要伊人民看，讲我这政权还很稳呢。你家己去想嘛，船坚大炮有什么用？很快就没了啊。啊，不，你中国他妈阅兵或六载掉你爬，很快输了圈。今天吼很简单，那大家看一下年代，吼，你从年代去了解新台湾论会比较了，从历史、法理还有年代，你会比较容易串联起来。啊，大概1895年铁的事实5月8号生效，一战签订，没有说片面废除的道理。好，现在11点4分，然后要去洗手间，那就大家自由哈。那我还继续讲。好，才认识这个英文单字是非常重要。Emperor of Japan 就是日本天皇，英文请大家现在就记起来。因这个中文的是什么？大清帝国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就是天皇的意思嘛。哎，你到底在讲啥哈？因为你第二款就是第二款的第三条，甲第二条甲第三条，就一定讲只清楚，啊，个经纬度这么清楚。迄个台湾的全岛甲澎湖列岛，属于日本天皇的啊，啊，这个白纸写黑字啊，永远让与啊。刚刚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嘛，天皇拥有主权的证据就在这里。并不是拥有台湾这个土地就算了呢，你还去建设呢？大家想一想，若是日本，他想说从台湾，因为哦，你说殖民啊，殖民啊，就叫你缴税就好了，干嘛要这么建设？哎，这江南大郡我等一下再讲，要花多少钱？啊，这都没钱吗？有啦，有一排讲哦，哎呦，你这大清帝国统治台湾212年，结果那个蛮荒之地。一排讲，我还了解，去给你建设哦。哦，我们卖给法国，卖给那些列强好了。另外一派讲，袂使，咱爱建设台湾。后藤新平主张要建设台湾。哪么后藤新平哦？你看台湾会流落他处，搞不好又转卖，再卖给中国了。所以呢，后藤新平对台湾是更贡献的。重点讲个，大家这年代拢爱先，大家爱了解吼。重点我要讲个，大家，大清帝国212年统治没有对台湾人做户口，大日本帮我们台湾做了。10年后第一次台湾的这个人口的普查，你那是日本人吼，
可以拿出就本土台湾人，你就是这种户口簿啊，我也有啦，吼，我就拿这来办嘛。啊，你现在户籍地在哪里吗？他日本人帮咱造户口，你这个人的价值都写在来里面。啊，那你也无小心，还是碰不起，还是翘起，里面弄你的名单呢？啊，那在大清帝国吼，你也跟人死在外口，那知影这个白骨是啥？这白骨是啥？所以他有讲看作是殖民地不？啊，那看作殖民地，差别是送啥？你用脑筋想一想嘛。啊，那殖民地伊去给你做这铁路建设干嘛？啊，那殖民地江南大军要开偌济呢？5000万的日票阁无够呢？你看因这拢是钢铁呢，伊毋是凊彩做做的呢？百万年要一百年啊？无？要一百年啊？吼？阁只用的灌溉，你看，这样能够全部那个主要的干道跟支流吼，12000公里呢？你安尼会使灌溉多少农作物，让有米可以吃？哦，还可以种茶、种水果。啊，那要给你殖民地创这要创啥？你想好好不？是上面给人殖民，你了解真正建设台湾的是谁？爱护台湾的是谁？40年，你看嘛，就这么进步了呢？哦，你彩色的，你来看，到现在现代，你也无讲假讲，这是都是台湾叫骗去，就是中华民国用这给你骗，讲这是伊给你建设，你嘛讲讲讲啊？雄性人，我见你进步啊呢，搁再去佚佗呢，这是名胜，这台湾的迄个名胜古迹啦。我咧看拢在进步的啊吼。日本内地延长有2年思考期，在迄个马关条约第5款有写，你要做中国人，你也使好你2年考虑要做中国人，你也使回去2年，大部分台湾人拢选的。留下来啊，敢那是清华人嘛，讲甲再登去因中国，啊，这改名，重点也是1945年4月1日民地宪法，好，你台湾人有参政权和参政权，他就认同你是台湾日本的台湾人了，你都是日本人啊，安尼敢是殖民地？大家来看一下。有希哈古跟希腊字有啥物无共？你有希哈古创作的人类啦，敢要为你家己？你为你家己无？要要求别人？啊，你拢所求无度，啊，把它当作空空。啊，无你也要好处了，大家来交换。希腊字，这是日本天皇这个教育咱台湾的方式，台湾也是因日本。咱要为个别人设想，咱有礼节，要要求家己懂得礼节，要节制你的迄、那个。我刚刚讲贪念，或是自己的需求嘛。好，我甲你教育，互你知的权利，互你变成全世界一等一的国民，甲你好我教育嘛，爱护你嘛，无私的奉献。所以大家知影，日本甲中国因统治的人民的方式，安那无共啊吧？啊，你要选倒一边？自己想，心里知道嘛。李登辉终于说出真话了。我们本土台湾人的祖国就是日本。你想象中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他为了可以要牺牲自己去作战，为什么可以牺牲自己去为天皇效命？天皇为什么那么值得你去效命？因为他让你感受。他对你这个人的爱嘛，我愿意为他效命嘛。起码叫你去为中华民国迄个马英九去作战，你白无？你都无共款嘛？为什么日本人讲咱日台要一起携手合作？他已经透露很多的讯息了。那你甲看讲啊，批评李登辉的人，迄全部拢一挂中国人。背骨啦，唔知影嘛？感觉中华民国是因的祖国嘛？所以呢，这秘书长嘛有讲，咱依据战争法，主要的这
这五项，拜托这简单的大家爱记起来一下吼。啊，然后因为我今仔日吼讲啊有一点啊慢，但是我要甲大家讲，这个麦帅他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这就是真正叫那个蒋介石过来，就是代占领，为美国代占领，这是铁的事实。我还会再讲啊，等一下我再讲。还有将台币再做一个币值的说改革，我根本就是这个颠覆啦。这个两个这时间要记起来。然后战后，你这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是战后台湾的国际地位，好、哦，它的依据，哈、哦。这重点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起来了解，还复习那新台湾论里面的内容。然后最重要这三点一定要记，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三点一定要记起来。我搞到叫大家讲，这这篇到底是这篇什么？这篇你是 government 的是讲，这代表的是日本政府，天皇叫做 Emperor of Japan 嘛。因这个是整个来讲 ，All right title 跟可能这个是一些领土的管辖权，它不是主权。主权呢、哦，应该要这样写 sovereignty。他已经把黑了日本天皇的权力 suspend 嘛，这不可能是日本天皇，日本天皇嘛不可能管辖嘛。因为和日本政府去管辖，日本天皇拥有这个皇家的东西啊，我交给那个他底下的董事长或是经理，哦，类似一个公司的话是这样的比喻，你去管理嘛，我拥有股权，那这股权释放出啊，你看你这公司，和你去搞去，和你去经营的艺术嘛，啊，美国经济政府对台湾澎湖才有处分权跟支配权，啊，因为伊个中国中华民国就是。代占领嘛，所以已经嘛对当地的台湾予取予求，接收日产啊，用不义之财啊，那整个都是掏空台湾人的原来台湾人的财产嘛，跟金钱对不对？美国要负很大的责任啊，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23A， 哦，这个4B 2B， 拜托大家这三条一定要，你也要跟人讲哦。你爱要讲哦，啊，日本不是放弃对台湾，不是放弃台湾。你也甲讲哦，这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并不是日本天皇放弃 sovereignty 还在，他的管辖权真的就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放弃了，所以才会让蒋介石予求予，就是无地的放矢来挖空台湾，他因为他美国让他来管辖台湾嘛，哈。正好是迄个解密第三步啦，来宾，我把这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我要问大家 ，military occupation begin， 当时是军事占领，哪些解密？美国做的解密呢？哎，马英九在讲什么？说什么什么不是占领，是光复？人跟你讲军事占领了，1945年10月25号。军事占领不是光复节，美国人做的平啊！你这个马英九他妈要来贡献，啊过来，什么叫做主要占领全国？谁呀、啊？当然是美国啊！美国军事政府嘛，共和力量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别抓小李，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被中国并吞，好高兴哦！吼，阿公，伊讲。啊，当时要结束，就说，伊这军事占领当时要结束，伊啊伊来宾讲啦，讲哦，这是要需要很多很深入的迄个国际战争法诶迄个知识吼，啊了解。但是吼，伊即马还袂结束诶，持续当中哦。啊，马英九讲不是军事占领，人家甲你讲持续当中了，你是代占领而已。旧金山和平条约现在依据的。你跟你说啊，对台湾的军事占领现在还没有结束，那你要依据的齁，权限就是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跟你说啊，到底是要关多久啊？我是觉得很好奇啊，我觉得美国人这么聪明，99+99、啊、不然是 N 次方还是 N 啊，这我写的啦，他不像那个香港这样齁，说99年结束啊，香港就真的回归中国啊，现在关到不得不起啊，连他的在那边的利益权就是
军事利益也好啦，迄经济利益啊，拢乌有去啊。啊，你知在迄阵，甲迄个邓小平迄啥人，铁娘子迄个啥人，我煞不想袂记。甲伊公公在跋一刀，真的把香港安尼跋无去啊。所以人美国往跳99+99，永远他就是要占领哎。那、啊、到底是美国？他这边写的很清楚，江开雪嘛，在他之下，美国，哈、哦，军事，政府之下嘛 ，under 这个 military of Fox under 江开雪你这集团嘛，啊，就跟你讲 possible edge relationship 嘛，跟人诶，美国人写清楚啊，你马英九咧讲啥物，不是军事占领，啊，这个 ROC 已经是Government in exile， 就是讲你已经是流亡了，流亡在台北，所以中华台北，中华台北艺术是讲中国的流亡政府，哦，在台北，所以叫中华台北。你别讲人听，这嘛通我讲吼，吼、哦、啊，马英九很好笑，因所谓的抗战70年啦，因讲的啦吼、哦，拿那个日本降书啦，那边 copy 的，那边跟媒体就在那边叫他，要帮他奉上嘛，帮他报道嘛。阿公，这不得不起。你就是因为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你就是因为安尼来的，你搁有啥物文件？你也不是投靠美国，你一样是美国的门帮，你敢有通好变战胜？你以为你自己抗战胜利哦？你的力量可以抗战吗？蒋介石主要都是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跟共产党在那边厮杀了，他不愿意把他的力量完全在抗战嘛，那才会有那个开罗会议叫蒋介石好好认真，我就把那个台湾做那个毛的虾嘛，对不？你觉得蒋介石会打赢吗？你要没有是投靠美国，他会赢个头了，吼！安倍晋三一定公然。向大家说了嘛，吼，他不接受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宣言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我等一下哈再讲。一起几的意向书，我想大家都听就追啊。对外宣称你啊，他的法律效力是最低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大家看，已经这么多国家，刚刚讲的是49个国家，有签嘛，吼。1951年9月8号已经签订啊，然后52年4月28号就生效了。你不可能，我咧讲啊假，啊你无咧插一个，伊绝对袂甲你讲旧金山和平条约怎样？你看，这一直在拿这个在边等啊，等他因怕输日本，等到安尼，讲伊足伟大安尼啦。你中国可以打赢日本哦，那你干嘛要跟美国合约？就是变成盟军，你家己去打就好啊。按了军工，你进给你怕牙啦！啊，为什么不去签你们国家的什么南京条约，来签旧金山和平条约？为什么是美国在主导？中国战区跟那个，我大概看一下，中国战区哦，跟那个太平洋战区起波港换派，是那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太平洋战区是日本跟美国嘛，中国战区的中国跟日本嘛。还是在太平洋战争日本输起的呢，啊，因为你跟你盟军呢，啊，因为这个战争要结束，一定要去签个投降书嘛，还是你去占到盟军的利益，就是这个好处嘛。那你这个投降书，我先大概是跳过去嘛。伊这嘛是唔是代表中华民国的迄、那个？应该是国民政府里面，中国四分五裂，乱七八糟啦，他们中国本身也没统一。你是盟军的这个代表，不是中华民国。这个代表来受降的呢？你只是战争的一个形式嘛？那个战区结束了嘛？因为有关联，你必须要到他们国家去有一个受降的仪式嘛？那、啊、你说你打赢了，你好意思？我今晚没来讲开罗会议，开罗会议你讲这刚比条约形式。马英九说开罗会议是条约，条约是一个条约一个条约写清楚，这个段话而已，大家看嘛，这只是一段话而已嘛。啊，到底讲什么？我为 A B C D E F 这个说下来哈，
咱先来讲这个 A 啦，会议它只不过是战争中的大家诉说而已啦，它那个法律效力很低，我刚刚说了，它只是意向书哈。那 B 来看，你怎么是有拥有台湾？台湾那时候大清帝国才这边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你开垦而已耶，你没有建设主权耶，我现在要还给你怎么还啊？这个整个都被日本整个建筑一个完整的一个主权了，然后他在1945年4月1号也已经成为日本哦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我怎么还给你？对不？啊，这雪碧的意思说，就是因为你给不了，你才要这么坚持，我一定要去命令这个开罗会议把这个满洲国这个、澎湖跟那个台湾还给他，就是因为你没有，你要去用这种这么强烈的雪碧，你未来你必须要命令人家这么做，这是很不合理的哦。然后你讲的讲这开罗会议，这个时候战争就算了，你还要讲到30年前，再讲到30、50年前的台湾，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也要讲嘛，讲今嘛，你拍正经的疫就好啊。你讲到人，讲到讲1945年，人在太平洋，人日本占的，你也要讲吞掉，佮要讲这个50年前的台湾，佮要吞掉，你这个开罗会本身是很不合理的啦。阿哥，你要来讲 history 啊？讲为较早淘汰马关条约，明明白白就写好，怎么有可能 history 就是讲为较早个今嘛淘汰？我们免啦淘汰台湾，人诶马关条约就写得很清楚了，对不？啊，搁要来讲，因这三个人干袂使片面决定战争，那么多国家耶，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这么多国家，你看签署就这么多。多国家，你三个人可以决定战后，你而且你还在战争中哎，你这三个人来才决定哎，内面有迄个蒋宋美龄在操作啦。咱过来讲这个 restore 的土，讲返还嘛，你若讲是条约吼，拢是爱用 set to 嘛，所以以这个开罗会议哦，真的里面真的是很多很不太合理的这个要求啦，而且不根本不可能就是条约的形式嘛。哎，都唔好恁知呀！我今嘛讲给大家听，你过甲别人讲开罗会议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吗？会吗？不会吧？因为你知道真相了、啊，你去把他的这个每句话讲，你去把它做研究，再看看旧金山和平条约，再去做研究，你就恍然大悟，你就觉醒了。哦，这赶快呐！也就是根据他第八条，这是开罗会议嘛，所以要日本天皇要去遵守。它只是一个意向书而已，它不是条约啊，为什么要遵守？你就跟他开会结果而已啊，所以两尊已经是真的是条约，就不会这么简单啊，条约是要一条一条写才清楚的、哦啊、大家了解这个我都说过啊，所以这样说来从头到说来，从刚刚我马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到说到意向书，当然根据战争法，当然是日苏美战啊。我们台湾的一条生路就是这个，没有其他的。那么今麦要来讲，那些媒体，伊拢甲你暗砍，唔好你知事实是啥。我要透过这个较好笑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团来的这个来辟谣，那媒体是安那耍弄我们。我看今麦几点啊？今麦25分，拍摄我可能过几分啊？我要了解，知道有六个白。你当中把你的牌吼抽转去，我会把你当中抽迄个牌吼，拢把你提走我啦，我个人，你即马选一个牌，你有破绽可以告诉我啦。我想上过我的课都知道了，答案都知道了。那你再想一想，再看看他有没有诱惑到你？请问一下，你的牌有没有不见？有，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复刻牌里面有几个花样？那、啊、就换花样就好了。你看一下啊，这个七，这七是桃子是不是？啊，这是梅花嘛哈，啊你改款。啊，这是带这个就是方块嘛。啊，你有讲无？啊，就变花样尔嘛。啊，这媒体很简单，就是变花样嘛。啊，你看他报道的，一欢喜就给你一段啦。咱今麦来看一下，你搞八卦而已，一欢喜就我欢喜嘛。我恨这个人，可是我就是要让他
那我他要杀这个人，可是他恨这个人嘛，伊就安尼，甲你等到欧北，我只要那看面啦，在那个框框就好了。你知道我们大部分台湾人就是在这个框框看世界呢，你有没有？你敢说你没有？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啦，要不然也不会来台湾民政府，对不对？好，我就跟你讲，伊呀，你要祈祷讲吼，在这个中华民国体制内面，要祈祷讲咱台湾的媒体较好诶，什么 NCC 啦，什么外国方啦，我你讲无效啦。啊，你台这个，你本来一只就是恐龙啊，你是变来去求恐龙这个上帝？你也家己污糟嘛，那这个体制污糟是不是？你求够有路用啊？啊，这个311嘛，有这么多国家去救啦，啊，你有没有看到台湾？哎，韩国人怎么会没有？有啦有啦，正在来当中啦。台湾有28，哎，奇怪，怎么没有国旗？你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若是你看到这一则新闻，若是聪明的台湾人，他会知道，你那已经知道了嘛？他不认同中华民国，就是等于台湾嘛，对不对？啊，我们台湾人就觉得很可怜啊，那没国旗，啊，我来做一个红啊好啊。因为台湾会觉得很。你不觉得空空啊呢？你会对着都填满的东西，然后觉得很虚空的感觉。那这样台湾民进入的基亚基里，你也感觉你也很饱满，对不对？我们台湾有个祖国了，是日本。我们台湾有国际地位了，你也把身上的练下来，你不再有空虚了。你是讲找一个红啊，这刚人新妇啊名那个打落去呢？我们不是永远都这样的。啊，他现在这种中华民国也让台湾有这种金箔啊名啦，可怜呢。都马英九那种无想要看到伊，但是我都爱甲讲，就是因为恁这个中华民国体制控制台湾的媒体，台湾人已经越来越 feed up 了，是非常厌烦了。你们这些腥臭味了，哦，啊咪贪污腐败啦，啊不就是讲赛台杀人啦，啊不都小三，啊不一亿人发生什么？婚外情还是婚外勾啦，那就报在六个搜狗的啦。啊，真正的国际媒体的一些正确的都没跟你讲嘛。哦，那跟你帮我上街上做会啊，谁跟人发生不伦关系啊，那是黄色小鸭，让人来批判你啊。你这台湾媒体那水准这低，这个是在咱台湾教迄个英文的一个外国人嘛，伊讲咱台湾呐。对外国的这个了解拢无偌济，那有嘛？7.5啊，7.5内面干那搞你佚佗的物件俩，啊一些搞笑八卦俩，真的没有国际间的一些观，一些观，就是这些观念跟想法嘛。啊，就是这个媒体在操作嘛，吼、哦。所以大家要了解，伊就甲你考试，啊，我嘛去考呢，无啦，我现场看。50分尔，搁看一届，我嘛60分，因为咱对外国经营无了解对无？卖讲外国，你对台湾都无了解啦。你媒体拢是干那？你的讯息的来源呐、啊？你有真的有知道吗？你知道国际的现况、台湾的现况吗？安尼好，咱来考考台湾人。啊，你怎样？这你可以回答我吗？我们考考他在台湾住那么久。那考考你们，你们来台湾民政府，我甲讲这给你听，讲这给你听，讲这给你听，你拢有捌无？啊，你捌，你就表示你有吸收啊嘛，对不？那我今仔日上课的重点，讲啊遐尼多，我就记得了，对不？吼、哦。所以咱今麦要来讲，咱要安那刺激大脑，今麦够20分，吼、哦。我浓缩版讲给大家听，因为生物论了解咱生物它的，就它到底它的限制在啊，21分了、哦。啊，讲到12点了，好，我要看我有四个这个生物论，大家都知道嘛，这种大家看到不是好好弄读迄个达尔文嘛，就是在众多的这个生物当中，我这个熊哎吃袂到的，就死翘翘啊嘛，所以你看嘛，在众多的生物当中，只有一个好的基因活下来，所以他就一直繁衍嘛，你这不好的基因都这个基因都死下底啊。因为这基因不好嘛，我吃不到我吃那边的肉啊啦。啊，请问，那优秀的这个在台湾民进府吃这顶咱的这个童心，让我们是不是有好的基因？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可以了解台湾民政府这么好的法理。那我们希望是不是更多人了解
这个好的，算好的东西，好的基因留下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有这样好的基因，对不？哎、啊，不是他们不好，是他们不懂。吼、哦，咱们在讲，哎、欸，这个婚嫁这高追呢，但是叫我关在里面，伊要甲气严讲，啊，那我这好食的物件，你有啥物办法去甲得到安尼啦？啊，这个婚嫁伊想要食，我不多要啊。啊，但伊踅来踅去想办法嘛。他这个只是片段，但是他有一个影片，他就左转右转，他有在分析他的行为举止。他那时候就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方法？啊，就透过肢体，一后来形容这个方法，吼、哦，安尼去剁这个宝丽龙做的这个整个角剁的，啊个脚个翘起来，你看就搞的呢吼、哦。啊，那第二次再测验他的话，他会不会想那么久？会不会？不会，对不对？马上就安尼脚架起来就要加对不？这意思是讲，咱碰到困难的时阵哦，就一直想讲有啥物办法会使解决。啊，你来想呀，想，啊，我想到啊。阿伯啊，吼，碰到这个类似的这种困难的话，他第一个就会想到之前那个方法，对不对？他不会再这样想嘛。以这意思就是啊，史金纳 Skinner 也意思就是讲，你想了这么多方法，结果你找到一个出路，以后类似的方法你就用这个方法。刚开始是很盲目的。哦，那这个在讲什么？这在讲什么？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去学习更多可以解决困难的方法啊，不要说花太多时间在这盲目的这个思考当中啦。这就够，大家讲你还够学习个多啦。啊，这意思讲，你去等了问题对不？啊，里面有这多，这个神经回路嘛，选择的方法。可是，一旦你碰到困难，你马上用出来是什么东西？啊，譬如讲，我即马咧过车咯，啊，车要过来，你也马上动落来呗，会不会？还是叫伊弄？那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会马上告诉神经说你要停下来，要不然会被这撞到。啊，那去等落去电锅上里面，还是讲咧炒菜，啊，你啊一根摸是咪烧，你叫你来，意思是赶快，那神经马上反应。哦，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就是讲，人吼，哎，在混能够较侪，神经可以直接反应的。你是怎个意思哦？赶快让他不断的去学习，让自己神经回落，不要让停滞在那边吼。啊，可能不思想、不思考的人，就永远用他古老的那个方法，古老的以欢迎噶呢。要做一个不学习，他的反应会越来越差。啊你一直学习的话，你的反应越来越好，更多的方法方式去做立即性的反应呢。所以我们的脑筋不能像那臭水沟同款，你要不断的去学习，所以你神经传导就会忘，就是会很就是非常的活跃。哎，啊你就知影那解决代志，搁较侪方法来你当解决。啊，这边讲啥？就是讲你学习更多的语言，这可能我们只是学台语一种语言啊，我们懂的就是这个。假如我们在学日语、英语、西班牙语，更多国家的语言，我们学了之后都变我们自己嘛，学习之后变成我们自己的，对不对？哎，不用问地，你就变有地线，你就拥有某种的能力。啊，你的某种能力，你去适应那个国家，适应很危险的环境，你去适应它了，你就去改，可以再进一步去改变这个环境，创造更多东西。都是借着我们多学一些语言文字。我们多了解世界发生什么事了，他们的文化是什么？学更多的一些科学、医学方面的一些事物，哦，你兴趣的啦，那你是不是我适应环境，我又可以改变它，我可以创造发明，这艺术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四个理论大家知道，到头后来还是要经过学习。那你说达尔文那个基因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懂基因有时候就是。除非你自己，你后代不断的基因在 run 可以更好的基因，不然很多不好基因是被淘汰的。所以人类会造这样的，有一些民族被灭了，就是是跟基因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大脑它的五部曲，它是你现在听我就接收，脑筋会储存我讲的。那你不去分析啊，我哪边讲对，哪边讲不对啊？你愿意吸收，你控制之后，你把它。构思出来，怎么去把它讲给大家听，或是说你去吸收，然后再用你想要的图画、动
动作，然后讲给大家听。这是我用我的这个角度去观想，那你们用你们的角度去观想，你的大脑是这样的运作，好、哦，那当然分左右大脑啦，那左边大脑跟右边大脑是不一样的。基本上，这个右脑是比较艺术方面、空间方面，或者是比较会创造，哎，会为一些瑕疵，就是一些想法啦，那不要叫瑕疵啦，就是他的空间想象的艺术能力比较强。那这个哈、哦，就是理解，然后一些科学，还有一些算术方面比较强。那你看你是哪一边了解自己，好、哦、啊，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电位的这个哦，传动电位的一个三个图啦，啊，我把它这样解释啦，大家可能比较明了。这就是你要不要来台湾民进屋的时阵呐，哈、哦，而且一般我们的这个那个运动电位那个电位啦，啊，都庸庸碌碌啊，我一天就吃饱困困饱吃，啊，我甲听到到这尔。我不可能变到遐嘛，但是你来台湾民进府，你有啥物气？有啥物气魄？有啥物推动的力量？甲你 push， 你就到西台面啊！这个力量是遮大诶！你有人去等了讲我破病了，我觉醒啊！这嘛是一种力量，互你徛去西诶单位去嘛。那有人我去学习，用语言文字去学习，好我搁去气魄，我搁去跑去西诶单位啊嘛。所以不断学习，还有一些外界的影响，会让你不许到西的电位。你来台湾民进屋嘛是集中不许啊，好，你到最高的那个电位，你拥有了这个最高的电位，外面就没办法影响你了。所以你的程度已经就管了呀。你训练自己跟西的这个电位，你们站在法理去看台湾，跟国际这个角度发展的这个角度，你就不会受其他方面的诱惑嘛。是不是？你若讲我够予人诱惑，你来台湾民进府，甲你讲遐侪法理，你阁叫台独诶，叫国民党诶，啊叫中国安尼，你毋是白忙一场？啊，毋知你家己咧创啥？所以你要对自己要有期许，对法理要很坚贞、很了解。你在西里电位，你撼动不了了，你就会再往上面跑。这是这样的解释吼，让大家知影。啊，你无要改变，我无要叛变。你又讲要台湾要安怎？我主题爱偌好，我新闻爱到安那偌品质，但是你拢无要变啊！你得过且过啊，我无感啊，对不？啊，你神经病的是每天都一直在做这同样的事情，你不想改变嘛？欸，我改变，我就叫我主管甲我拍迄个考级变平等呢，我甲讲一句就甲拍平等的一等呢，我就爱甲伊同流合污。啊，你敢丢？你有没有那个道德勇气？你有没有转型正义？你有没有那个能量？那个能量是很重要的。啊，我问你，为什么你会做工人？我不是轻视工人哦，我是做个比喻哦。啊，为什么老板跟工人有啥无共？你讲老板那么坐咧敲敲练去手拍电脑，啊，我都安尼拼死拼完，起厝来打迄个砖啊角，啊，搁爬去爬落，我搁挑水泥，为虾米？我无欢喜啦！我要甲你老板呛声，哦，尬死哦，要呛声哦！啊，老板就巧诶！啊，那公公诶，老板就甲伊对骂对无？那卖对骂，咱用这触鼻的方法，甲尬死，好好的教训他，哎、啊，自己就很在那边很高兴。伊就叫伊这个新罗讲，阿、啊、伯，你有在条？你即马甲我甲木嘛？你下。有种你现在打我一拳嘛，你不爽嘛，对不对？然后当他要打，哎、欸，你怎么可以打你？你就无法继续有这个套路无？无呢？安尼我们为啥要跟你打？不，我袂跟你洗头路，你尽量跟我站落来，无要紧。当伊要站的时阵哦，这大人要站过来，人家老板话巧，闪过去，伊去不落边。啊，这样若是你是聪明的人，你觉得为什么他当老板，他要当工人？人家会脑筋急转弯，你会不会啊？你只会臭臭缸而已。我没有批评工人哦，我只是做比喻。我说你老板跟工人不一样，就是人家有动头脑啊，你就是动苦力而已啊。那你若是更厉害的话，你又能动苦力，又能动脑筋，那我们当然不要这样了。我们还是要你该做老板的料的就做老板，该做新楼的做新楼，啊，不然你会阔老嘛不好对不？那么不好一梦。那个政务官去做，人事务官的代志，你就你都忝死。
对不？啊，你分清楚那个分际嘛，你能做什么就是能做什么，你想做什么那你就去学习嘛，又不是叫你说一定一天到晚要当工人，你就去学习嘛。那老板会当老板，他也是学习呀。啊，你讲请王英琴嘛呢？我马上或是连战这样生下来就金汤匙，哦，那个例子太少了。我们还是要靠努力，对不对？啊，这啥人？这啥人？人这个爱迪生呢？人要发明，不是讲嘴干咧讲呢，应该去做实验呢。每天都是非常乐观去做实验，他才会有两三千这个国际的专利。我这重点要跟你讲啥 ？Creative， 以及的创造的想法，伊这讲啊啰啰等，主要是讲你对你现在的杯子里面你看。哎，看到普通普通一杯啊呢？你有想讲我把这个杯啊来改变一下吼，变成保温杯，哎，我改变一下，看会变成哎冷热都可以两层。哎，我怕今晚变成这个果汁机无？啊，携带型的无？一个在做果汁机加，啊，个在用来做杯啊。你可以把平凡的事情，把它当作你从不同角度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你看那枯燥味哦，这豆丁啊，这如果说我不泡泡饮嘛是同款啊，我这白色无好看，我甲变化一下。你椅啊，干嘛这无好坐？你嘛在椅啊，甲穿甲变蓬衣，还好坐安尼，意思是同款。啊，我在这底的头毛看，敢那歹看歹看，啊，我来甲顶起来。啊，我看嘛这乌色这歹看，我来甲你迄个金黄色的。这就是讲你平凡的事物里面，你有什么不平凡的想法？不断的去评估，不断的去 test。考验，去试验，然后你有你的新的想法，啊，去创作了哈，全神贯注啊，顿悟啊，你愿意去想，不是让你空想哦。你刚刚开始，你开放你的思维，开始哎，我想要创新的方法 idea 提出来，哎，我气走看麦，我提出我的方案，还有下一步，我等一下会再讲哦，就是 action 你要去做，要你看起来你有耳目一新无？啊！你感觉这简单啊，但是你有想到无？人愿意去想，你有感觉这是新奇的吼、哦。啊，过来，这楼梯我落坐这个电扶梯，无电梯较好对无？人是你甲变一个，变作敢那叮叮咚咚迄个键盘，你甲敲过来楼声，它改变了66%的人的心，就是行为选择。较早拢是行这较侪，啊，现在变成行这较侪，这是一个影片啊，因为无时间看。哦、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那这个哆啦 A 梦龙展，他说是一个日本的漫画家，很厉害，他可以发明这么多很奇奇怪怪的，从他的百宝袋，这是 四方袋里面掏出来这么多新奇的东西，这也成为日后他们有一些想象发明啦、哦。我也希望啦，这任意门呐、啊，哦，50分、哦、好，那就5分钟，我希望啦，因为能够讲多一点是最好的、哦、我真的跟大家讲。有任意门，我就不用 passport 去其他国家。这我们可以回去看我们以前小时候什么样子。哎，我们只可以用竹蜻蜓哈，就到处跑。这当然你想象发明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个人认为啦，我很希望将来有人去把它创造发明出来。我们也保留这样的 idea 跟天真。哦，当然还有其他，它百宝袋都可以发明。就是大家回去把它百宝袋通通拿出来，那你们去想象发明。搞不好你们就成为科学家了吼，对不？试看卖啦吼。啊，这是谁人台湾发明的？我简单跟你讲，这个有一个混凝土，加这个就碎石层，这就是一个迄个对流过滤的作用，把这个雨水嘛，雨水掉下来，这边混凝土再经过这个把它过滤，再回去，这个有蓄水层，就因为过滤，也把大自然那个脏东西，因为这样过滤的状态之下，变成好的空气。这不是一般的点啊干呢，走出来你往雨水进去过滤，然后让整个这个因为这样的作用，改善了台湾的这个生态环境，这让台湾走哎。但是因为台湾有官商勾结了，没有普遍，可是各国已经拥有各国的这专利，在各国都已经在做了，这个就是海绵城市啊，不要让台湾民进一定要做这个，先改善台湾的这个生态问题的哈、哦，这个很。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就是发明出来的。我要讲的就是这三 D 列印，因为有很多白姓白宫的人，拢找无因咧要当官端游记对无？
啊，若有 3D 列印吼，把这个迄个心脏吼列印一叠出来，你就免装迄个贵的什么、迄个什么吼，对吼。啊，哥，我肝无好，我移植肝脏嘛，啊，来有机无好对不？你得复制一个立体的内脏，再赋予它生理的功能。哇，那种真的对人类很大很大很大的这个改变呢，贡献哦，吼。我这边心智法，我告诉你，真的很多啦。我现在只是指出来。那我今天讲的就是上面这几个。可是我想，很抱歉哦，时间不够，我只是跟大家讲，哦，这列举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麻辣锅，你觉得它有什么形状、形容或是主体动作，把它做一个改变，你把它先写出来，哦，那主体是什么？这是特性，它的特性列举法。再来，我。在下面哈，缺点也列出来，我给他看一下哈，列出来我要怎么去希望他做改变，这是缺点的列举，把他这个从那三大类再把它分成六大、五大类，八大类，哈，安尼你去把它列出来缺点，你就可以从家里开始做了，这让你有 idea， 那你希望去做什么改善？你已经改善了嘛，哈，这就是列举法。哦，啊，这个是用数位相机，你觉得数位相机需要做什么改变？那这个还有十二项，啊，什么加一加、减一减啊？我只是跟大家讲哈，因为时间不够，我就让它闪过几秒钟，让大家看一下哦。加起来那个功能，那现在手机附加什么功能嘛？哈，我本来是要考大家的，因为时间没搞。哈，减一减，哦，它有什么功能？哈，过来，哦，我现在放给大家听，看一下。那既然有空，大家去看我上一期或是上上期的，哦，它会怎么样的改变？就因为这个十二个口诀，创意口诀，让大家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哦。哦，双节棍，哎，想到什么？公车有连结箱，对不对？对不？啊，我这个代币我可以用什么呢？我这个也可以用钞票来代替嘛，对吧？哦，哎，这个要跟大家解释，就是限定。当你的政策有下面不对劲的时候，你要限定。比如说你外劳进太多，你要怎么限定？哈，哦，政策里面有些不好的状况，你觉得不好，你要用什么用限制的政策？哈，哦，哎，它不要太 over。哈，哦，那这个就是哦，你可以用这十二诀去把你做一顿真的很有创意的这个聚会的餐点出来。然后因为时间有限，我这个就是你在网络看看九宫格的长法，这个就是步骤，哦，我有新做的，但希望大家用这种，想的方式，这个我新做的哈，哦，那也是参考别人的，用这个有五 W E H， 五 W E H 哈，哦，那这种想法去用九宫格的方法一步把它做出来，这就是螺旋式的想法。那放射性的想法是你总共有。几个主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你的主题里面还有次主题，然后就把它延伸，我要办迎新，啊，你住宿啊，什么器材啊，餐饮啊什么，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怎么去做你的那个步骤出来。还有心智图，它有主题，还有它的主干里面，大家去想，哦，然后我要去旅游，哦，这个 Flamborough 跟 Flamborough，哦啊，有行程嘛？这个主要三大主题嘛，这主题然后再延伸，我要怎么做？哈，哦，啊，所以是这样哈，哦，让大家参考一下。这心智图也是蛮好用的。那奇数跟心智图是差不多一样。那还有鱼骨图。那最重要，我是让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我今天上一个外国人的课哈，哦。他说，我们一样不断的要去阅读、观察事物，然后要不断的有好奇心。对简单的事物你也有好奇，然后当然你要扮演你自己，有你 first， 你自己有自己的性格，你的角度你要尊重自己，最主要你要有好奇心、观察能力跟阅读，这个是在这个部分啊。啊，当然还有什么，改善制度，那就麻烦大家就上网看我那个上一段的。那再来在最后一段，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一段哈，哦。这我讲到我自己啊，最主要，你以后当政务官，希望你能够满足你们的人民他最高的
境界就自我实现，而不是只是让他们安全而已。哎，吃饭而已，你要有能力用人性化的管理，让他们达到自我实现。这个是马斯洛的，你们都有这种想法。然后这个是我们是，这是一个影片呐、啊，叫做凤凰号，他们就是栽到那个蒙古大沙漠，啊、他们要怎么回来？啊，现在我用这个故事来比喻说，我们没有路可以走了，我们唯一逃生的就是台湾民政府，就是日苏美战。我希望大家对于法理好好去把它坚持跟研究出来，然后最后你要面对怎么去做这个政务官，怎么去管理。这个在台北州这个演讲，网络你只要打我名字都有，你可以上去看。然后最后，他是素人，我们也是素人，他可以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对不对？只要你愿意努力，这是你的船，哈、哦。根据这个舰长去改善他们的军舰里面，哎呀，内部很乱，他花了2年把它改善。我们台湾民政府也是会好好的改善我们这群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这些人，这些目前的状况。这是我们的船，希望大家爱惜它。那把新台湾论好好的阅读，然后拜托大家要 together， 要团结，不要受外界什么台独力量啊、中国力量、金钱去诱惑。拜托大家了，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